今天可以来到这里，因为很久没有跟大家出来见面了，真的。对，以后就希望可以不要再关在家。对，最近就是有出一首电影主题曲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《渴望》？嗯，《渴望》的电影同名主题曲，对，就是最近。最近有新的单曲数位发行，跟大家见面了，是不对？而且这次的曲风跟之前非常的不一样，所以对我来说是，我觉得非常新鲜，然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。让我们来掌声欢迎关诗敏为我们带来的全新作品《渴望》，谢谢，谢谢。天使的幸福，对着流水。